跳，狮虎也是异兽精体质。说天亲，不带你们这样的。我太难了。人有穷富，娃有阴阳，何必落魄二字，就是在阴阳。哎呦我操，什么情况，真的是吓我一跳。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。每次大返场都是在渡劫。就是那刘银花，大王庄哪块？大王庄，贝贝，怎么了？你走错道了。流浪的人儿，一场无情的大火摧毁了我的家园。快回来吧，别丢人现眼了，快来吧。今天你们还来啊？来。要不来了。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走过三里叫桃花店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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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请求几尊通，来我呀起步。次日清晨，客气，大伙儿多原谅我，但是他们两口子在我心里边也没有陌生感，这都是朋友了啊，真的。你看有的时候谦儿打电话他叫我吃饭啊，但叫我也不爱去，就是脾气，跟家写字写东西，谦来电话呢，那个来吃个饭吧，炒个菜，滚！我招你惹你了？他也从来没有说记恨我，我也是贱的，都这么说话了，我还不记恨你呢？就拿我当亲兄弟一样啊！这样说完了还不打过来啊？哎，你刚才说的什么？我爱听是吧？滚蛋！哎。多加一字我就听明白了，行，接着写字呗，打过来。什么？还没听明白呢。这才是踏实了。咱俩呢，挂电话嘛，写东西啊。嗯。一会儿他媳妇来电话了。嗯。饭熟了，过来吃吧啊。哦。哎，弄死莲子上了。嫂子让我吃饭去。滚！哎呦喂！老嫂比母，还体现在这儿了。洗澡，换换衣裳，喷点香水啊！嫂叫我吃饭去。哎，嫂，还捯饬捯饬。哎。